现场一名男性伤者年约二十几岁，倒卧在地，并有民众聚集。救护人员立即给予常备板颈圈固定等救护处置，伤者立即后送至嘉义圣马尔丁医院救治。送医后仍伤重不治，有关本交通事故案已依规定处理，另相关肇事原因由警方深入调查厘清中。